自然灿指挥啊，这边是遇到了 2W，看一下今天的局面。2W 的，这个突击手居民，好吧，直接突过，漂亮。你说他是突击手，他就是突击手，兄弟们，全能战士。我别到时候第一个嘎了 OB 我队友就行，我觉得。哦，好雷，一雷双响，航少这一波帮了居民大忙。啊！居民这边被黄灿给碰倒了，看一下航少的最后一舞，一打多，接来一颗雷炸残了北漠。哦，北漠居高临下直接送走航少，打赢了这一波，而且确信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男权哦。明斯克这波是放倒了一个 4M 的东东，哦，救不了了。耶，翟小萌击倒了 TT 的一个选手，看一下这儿，要打了。魏无羡吃到了华池的一颗雷，华池绕过来之后发现了翟小萌，拿下了二连击破，连打两个，TT 就只剩下一个反坡后面拉上来的晚风了，也被听到脚步了。啊，队友，好补！我去当六子，我去狗风，我都不说这话。EC 这波直接去撞烂尾楼了，先打倒一个，自己这边倒两个，看一下北斋，结合这个阿兰 solo，啊，这个跳枪可以，阿兰，很 nice。TC 的这波进攻以失败告终，只剩下高坡上的雷子。这把比赛，走哪都要打架的呀，管他选哪呢？他们选这儿的目的是，因为他们选这儿的目的是因为这个确信给了一个西北切。这边相对于来说是一个弱侧，可以去往里面推。来，再看一下这个北漠啊，北漠也是一打四，没希望了呀。明斯哥，哎，打起来了。微博哥过来，先行秒掉一个，小明击倒了一个 WYY，雷仔那边没嘎，而且连打了体坛两个，雷仔，我靠，连打带补掉两个，很赚呀。速这一波开车过来支援，对面要把倒地的人救起来了，拉到山上想去救劫。哎，你上一波你过来救我，这一波我过来救你，能救吗？真能救吗？救不了吧？完了呀，葫芦娃救爷爷了，这一波把自己也给折进去了，只能看小明和野猫了。我们听到你这边有车上去之后，已经是秒好了。东东这边经典被小明给扑倒，也有优势，2打2。好侧身，野猫再打一个，听到脚步了，换子弹，哦，直接被喷的，1打1，看 ID，小明 VS 墨竹，有没有人过来劝？谢谢喵喵喵的4个粉丝牌啊，感谢喵喵喵，欢迎喵喵喵加入粉丝团。欢迎喵喵喵，TT 来了，TT 还 K 了个头，看竹桑吧，竹桑这波是一个小疯子，小明被派大星给淘汰，竹桑估计也没办法幸免于难，看看灵莎，哎，灵莎被闪了，这是被闪了，兄弟们，没办法，被闪到了。KY 这波又迎来了 JDE 的冲锋啊！导师猛攻，导师硬撑，冲到，状态还不错。小 C 这边过去之后，直接冲到脸上，放倒一个一换一，队友倒了。导师这边来到二楼，看看有没有希望。苏南扛住压力，放倒一个，但是导师被背刺了，只能看苏南一个人的操作了。又两枪头秒掉一个，直接补分，能补掉吗？临死前补掉了。最后面也是 KY，防守住了，还救起来一个嗜血的哲。对面在打状态，刚好错过了一波扫车的机会。哇，狼影这边还想下车直接打，好 AK，
还有机会。没机会了，直接腰射。TT 这波皇上要拿 MVP 了。弟弟放倒一个，但是立马被天补枪带走。24G 的其他人这波开车过来，来得及吗？二打二。啊！神珠下车被接了一波，但是闪电拿的这个位置很不错。办法喽，老干爹不再打赢了。猫猫被放倒了。哇，哦，还好，阿福这波血多，救不了了。诺伊也来了，直接踩到头顶。梦阳直接穿越带走了天，左边这边哲之被信号接出去带走了。高打低应该不在话下。PSG 救起来人之后，直接过来送 UV 了，先被扫残一个，直接扫下来。大 boy 这波也是一滴血，没死。暗影这波被左右包夹，最后倒在了我能 C 的枪下。KSG 要率先离场了，这就没办法了，地形和人数都有差距，应该是。就是南移都100米，大，啊，确实南移。哦，帅哥没注意，这边直接被逮到了一波机会，结束了，可以恭喜 OV 了。这边也是被 Showtime 击倒一个，而且那个帅狗被扶起来了。故事又发生转机了。天哪，羊肉也被秒了，出事儿了！Showtime 要两连击了。就看梦阳的这个雷有没有说法了，有说法，一雷炸倒一个，炸残一个，有了，这波包有了。OK，决赛圈二打一应该是不在话下。这把枪是新出的三级枪、五级枪。